轻的，那还行。今天怎么这么早起床？因为今天十点才睡，十二点才睡，睡了两个小时。小时呀，在做什么？在修图啊。修一修就，应该说睡不着，然后就修图，然后就越弄越晚。Yes， 我要出门的。为了修图，为了修图，对，因为对啊，修图这种东西就是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是赶快趁热打铁，修一修。我的平板回来了，这个是我的平板。谢谢卓卓带你去流浪，去修完了，终于，谢谢戳戳你哦。多少钱啊？不知道哎，三千五还是？修什么？不知道，因为是我妈拿去修的。谢谢爱的公式，午安呐、啊！三千感觉还可以接受。哪里？不知道哎，不知道。谢谢金柚的告白气球。和饮料过分好看，谢谢。记得按赞。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退休了，他还没有要让他那么快退休。不然我会想睡觉。我很努力要让自己上线，但是因为就睡两个小时，所以可能没有那种刚睡醒的感觉，就是没有睡，没有睡的状态。谢谢科技的戳戳你。没事吧？就只能嗨起来。等一下意识会不会不正常？不知道哎。哎呦。今天是48歌单，午安，强制劳动，对啊，谢谢十一的带你去流浪，3月12号了，
疗眼皮越肿。谢谢啾啾你哦。这个东西写成，我刚刚吃饭了，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就会看这样。可以睡眠不足的吧？可以可以，完全完全不影响不影响。吃饱睡的概念，对，吃饱就会真的想睡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睡觉，但也就一天而已，就一天而已，我就一天而已。十点，今天十点睡，就感受到那个眼睛很不一样。没睡觉是真的会有不一样的身体反应。就是会这样，会这边有种胀胀的感觉，一天就会偏头痛。对啊，有办法一天不睡的话就很厉害。再过几个小时有点亢奋，脑袋会胀胀，脑袋倒是没有，眼睛这里，眼睛胀胀。熬夜脖子会酸痛，那我是趴着修出，然后修到几点？我来看看我的最后一张是几点。最后一张是10:44。然后后面就是东摸西摸，然后发了一篇文，11点发了一篇，是吗？11点吗？然后11点发完我干嘛了？为什么我12点才睡？为什么12点才睡？我有印象，我是在12点的时候睡觉，好像是因为11点。发完然后就是没有事情，然后就想说啊还有几个小时要睡吗这样，然后后来12点的时候还是去睡。能醒过来也是很厉害，完全可以完全醒的过来2个小时，说啊，2点到了，这样，好吧，只能起来了，只能起来了，对，还是起得来的，即使只睡2个小时，还是起得来。我是睡饱早上就起床，那当然是了，不太可能的。我已经几百年没有自然醒是中午以前，至少都中午以后。我昨天几点起床？我昨天几点起床？应该是4点或3、4、5，差不多，4点差不多。嗯，谢谢科技的缘分相遇。没有睡过头，就是基本上都没有睡不着，超级正常。但我自然醒的频率还是很高，很高啊！但是我会再睡回去，我不会不至于说醒了就真的睡不回去。今天会出门的，会。
个卷吗？真是随便卷，看不太出来是什么。这一根还是纸？这样真的休息够吗？其实老实说，我休息也蛮多天的，就是基本上放假的时候就是都在休息，除了休息就还是就是在休息。这就是睡太多，然后会有一个循环，到叫做会有一天睡不着的，那个循环会定时的突然到。这几天没什么睡觉，没有，我通常都是可能三四点睡，然后可能就会睡到4点5点，所以基本上我是还是有睡满的。我也还是有睡满的，我就只是说昨天真的是昨天干嘛，昨天因为我平板就是回来了嘛，然后就闲着没事做，我想说好像很久没画画，然后我就去画画，但是我没有画完，就是但我停笔的时候就已经1点多了，然后我就床上躺着的时候，就是在滑手机，那就滑一滑就2、3点了，然后想说啊，3点多差不多要睡觉这样，然后就闭上眼睛，发现没有要睡觉的那个感觉，就是一直会脑袋会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但我已经忘记我脑袋里跑出来什么东西，可能就跑出来说，就是比如说公演的歌啊，或是就是最近听到的东西，就会一直在那个脑海里这样。然后就想着，好像很有点难，睡着有点难，然后就继续滑我的手机，然后滑手机，我就发现我的相簿有800多张照片。我超不习惯的，对，就是相簿里面有800张照片，然后说怎么会这么多这样，然后就忘记，因为我以前就是把那个相簿，就是拍年历的那些照片，我都把它隐藏起来了，然后呢，因为我想说要移出来我才有办法修嘛，所以我就是移出来了，但我就移出来一阵子，我都没有再打开相簿，所以我就不记得了。就也没有去滑那个相簿什么的，然后就反正就昨天滑了，我就说怎么有800这个数字这样，我想说因为那个太多，就是制服的那一系列真的是太多照片，然后有的照片又很黑，然后我就是很懒的，很不想修的，就是这边这种楼梯间就是超暗，然后有一些，我就是让自己比较有点那个灵感这样子，所以我先用就是内建像相簿的那个滤镜直接调，那个数值直接调，把它调亮，因为调亮之后会让我觉得说哦，这张照片好像蛮好看，可以发这样，不然的话我就说好黑哦，感觉很难修，不想发，不想修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先在相簿先调了一些，之前啊，前阵子因为真的是太多照片了，不知道从何发起，从何选起，所以我就先选了一张，然后调完之后，我就用那个复制贴上，然后把它贴上，然后就有一些有调，有一些没有调，对，我觉得我可能会用到的，我就先调了这样子，然后调完之后就是比较亮了嘛。比较亮了就比较有那个修图的心情了。你看，比如说，我记得就是超暗的，看嘛，比如说这个是我调过，然后这是原图，但是是不是看不出来？这个不够黑吧？我觉得最黑的就是那个游乐场，游乐场超黑，游乐场超黑。等一下哦，但是
昨天的话应该是发了哪个，因为我修了十张，我修了十张，然后我就想说啊，排版要怎么排，要选哪一张当第一张，然后我就选了那一张当第一张嘛。但我本来还在犹豫，就是说可能这一张或是哪一张这样子，然后后来就选了这一张，然后就在想说，就是排版嘛，所以就是想说那啊第二篇，因为实在是太多那个字符实在太多，我选十张还是有很多张说啊，就是可能想放这张，这张也想放，这张也想放，然后就有很多张很多张。然后因为我有强迫症，很严重，就很奇怪的地方，很奇怪的点就是想要那十张不太一样，就是那十张。不要都是同个角度，或是不要都是同一个背景，然后放四五张这样子。我就是想说，哦，那换个角度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这样跳着跳着选，所以我就会一直这样从第一张看到第十张，看说，哦，会不会有种那种啊都是一样的照片的那种感觉，就是避免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是会一直这样确认。谢谢小林带你去人了，对，我就会一直这样，然后一直这样确认。说有没有差很多这样子，或是我觉得说这张好像表情一样的话，我就会对调，就是至少不要让两个表情放在一起这样。比如说上一张是这样子，然后下一张也是这样子，就是脸都是看这边，然后都是笑的话，我就会把它移掉，或是就不选那一张，尽量让它不要这样重复。反正就是选着选着，然后就觉得说，这些照片也想放，然后因为我不实在不知道，就代表说绝对一篇文发不完嘛，那就得发两篇以上，那我就想说第二篇那要用哪一张当封面，这样又是这个过程，然后就选了某一张这样子，然后我就先修了十张，但是就是又修了十张，又发现还有剩很多，我就希望说制服全部可以修完，就是要发的东西修完这样子，但是因为发现游乐场会剩下，但我不想要游乐场再额外出来一个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三篇文以内三十张把所有东西塞进去的，所有塞进去，所以本来修十张的打算，就是我本来只是要修十张，然后想说可以有个库存发文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修了三十张。其实不止三十张，就是有一些是先滤镜先套上去，然后调完色，但是就是最后没有用这样子，因为就是在取舍那个时候，这张跟这张还是这张跟这张，就是三选二或是三选二或是二选一这样子，然后就三十，就是做弄了三十张。然后弄到我都看不懂我的相簿长这样，因为他就是会时常这样，先让你们爆雷，没差吧，没有什么好爆雷的，就是长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边是那个图嘛，修完的图，然后中间会突然有这种白框的图出现。然后中间我又去修了其他的图，然后又有一些白框，然后因为我那个顺序没有定好，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照顺序修，就是没有照顺序修，所以你看这边只有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这边又隔了一张，然后这边又有一张，然后这也不是第三篇，但是这边中间就是很长，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就这边就有十四张嘛，啊，十四张就得取舍嘛，就有四张要
移去其他地方，然后我就会忘记说啊，第二篇跟第三篇的是哪几张，是哪几张啊？这样子，我不怕发到什么，我超怕的、啊，所以我就一直这样看，是哪一张跟哪一张？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三个相簿分开十张。这是这十张，然后这是这十张，然后下面是没有白框的这样子，然后这是第三篇，然后你看下面还有这个。不想修，看到就不想修。然后昨天就是，应该是说我发完文之后，我就又回去看相簿，然后看有哪些可以删这样子，删照片的。实在是太多张啦，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对，而且你看哦，就是除了冬天以外的，就这边嘛，这边，然后下面这边都是，这边都是，这边都没有修。然后你看那个黑暗的程度，黑暗的程度有多高？就是到这里，全部都是。我跟你讲，没有调的时候，就是在室内，尤其是在室内，真的很暗。你看，像这个，是超暗的，超黑。外面的就是很黑啊，晚上的那种，就是超黑的。主要是这种楼梯间的真的很黑，它真的是把它调亮，很辛苦，把它调亮。还有游乐场，游乐场真的超黑的，游乐场超黑的。对，但我还是把它调亮，而且把它蛮亮的。超暗，超级暗，基本上都很暗。就觉得拍的时候是早上，下午一两点的时候，然后因为那天阴天，所以阴阴的，然后中间拍一拍就下雨了，那个拍这个的时候下雨了。那就更黑了。现在吉米周的爱的熊抱，早上晴天才能。对啊，因为就是一直在下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拍这一天的早上去拍那个太阳。去拍太阳花的时候就那个，去拍太阳花的时候太阳蛮好的，中午的时候，但是就是没想到后面会下雨。
因为要准备打灯设备。蔡蔡也是没有想到会下雨，确实，确实，而且我记得，因为我们都有先看天气预报，就是说至少这一天那个降雨几率没有这么高，或是这一天的温度比较适合这样。嗯，我觉得现在是不要拍这么多嘛。我每次大概都是这样吧，每次都拍归拍，但是要修照片跟选照片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念你这些废话，你刚刚讲什么？看一下是天气预报，还是姑且会看一下天气预报？很容易一直按快门。是这样子吗？我就是赶快拍一拍，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在什么什么之前都不会怎样怎样。无灵魂的念留言机器，不修不行啊。不修不是不行，但是就是说颜色还是要调，因为调了照片会比较好看，对，不就是对得起拍的人这样。他都拍了，然后原图直出，就是没办法展现出这个景跟这个角度的好看。没有无灵魂的念，大部分都只会念后半。想从哪里念就从哪里念，要发也要对啊，而且，但我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以前这么纠结了。以前那个，我就会连那个尺寸都犹豫很多，但我现在没有调，我没有调，那个就是相机的尺寸，好像是什么三比几啊，3:2还是什么的，我没有把它踩成3:4，宽裕。就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得出来它跟下面不太一样，就是跟下面不太一样，是比较窄，比较窄，比较长这样子。你看这个跟这个就有差，这个就比较细长。这个就比较宽，这个就是手机拍的，尺寸有差吗？其实因为有白框，老实说，除非你一直这样盯着那张照片，不然的话，你这样根本不会觉得说怎么样。而且我发现，因为有了白框之后，我就很少再用横式的，不知道，但真的很偶尔会有横式的出现，很偶尔。我可以把手机的改成3:2，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要看，有的照片就是踩的会比较好看，有的照片就是不要踩会比较好看。不说不会发现，对啊，不会发现，对，我时不时会突然想说，哦，如果我没有白框会怎么样？但是想一想就会觉得好辛苦的感觉，就是即使我加白框要多别人一个手续，但是我就觉得说没有白框，排颜色感觉会更困难，所以我就想说办不到，办不到，排不了版。
就因为有白框，所以就是白色会稍微去补强一下那个颜色跟颜色之间的那个冲突。毕竟每次就是不一定说每一篇文都有搭到。我也想了几年，对啊，想了几年了，就是始终没有放下那个白框，因为我就是觉得说突然放下白框的话，那以前的那些白框的照片很就是很突兀耶。所以假如说我真的哪天要放弃白框的时候，我就会把前面全部的文都典藏掉全部典藏掉那种强迫症就是强迫症啊，毕竟就是还是希望它是好看的不留下记录，过度用的分隔线，没有，它不会过度啊，你往下滑就会看到以前那种很多的坚持很久的白孔。九篇建成文之后就不排版，你说我先洗版九篇文会不会被退追大洗版。怎么可能退追？大家当然是不会啊，大家有在看我直播的当然是不会啊我其实觉得说连发三篇就很奇怪，完全不会想要发九篇不好说，走心的时候那不一样啊。想排一下之前，所以我就说目前我是没有这个想法要放弃白框，因为要放弃我是真的会把它点成，但是就是基于就是大家还是想能看到以前的贴文，然后就是未来新来的粉丝也可以看到以前的贴文，我现在先不做这件事情看看以前的我，没有，就是没有想要发那个排版文，因为它只要一歪掉，就是它总不可能每次为了排版，然后就一直发三篇，就是它绝对会有歪掉的一天嘛，不想要它歪掉。以前算是靠 reels 入坑，现在应该感觉很多哎，都是看 reels， 就是有 reels 之后好像。比较有在涨追踪人数，因为毕竟现在很少校场跟外面的活动，所以就那个数字成长的速度很慢，很缓慢。以前的话，像是去最快的话，应该就是去那个泰国的时候，去 Asia Face 泰国的时候，第一次吧，那个时候去泰国就有很。泰国人追踪的然后其他我就是没有印象，其他就是都是少少的，那种外面的商演都是少少的，校唱也少少的，什么动漫节、电玩展还是什么菊花展，外面的，但有的还是蛮多，就是看活动吧，感觉那种比较多年轻人的可能会比较多，大港的那种好像还算可能会有两三十这样，
不知道几还要再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到五万呢、欸？那边很爱点追踪，我觉得我去 Circle 卷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尽力了，尽力获得一些粉丝。应该快了，去拿我刚刚放的衣料。吞水潭，我男子在泰国被我圈粉。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在泰国？喝什么？乌瓦红茶，在一个 real 就差不多了，没有这么快，好不好？那也要 real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蹭到流量，就是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爆哎、欸。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就某天起来之后，就发现多了几百追踪，就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是一直有人留言那个 GIF， 然后我想说谁会一直留言 GIF， 然后就一直有一些奇怪的英文留言，然后就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数字就一直在往上，我说。哦，这个涨很快，然后就那个涨的速度有下滑，因为我就想说，通常就可能两三天可能就会停，然后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它还在涨，然后我想说它要涨到什么时候？反正对，这个真的超多人发的、欸哦，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个会这么多人跳、欸。对，没有，我当初的想法只是说想在。公演结束的时候拍个 reels， 然后反正那阵子刚好看到这个，然后我想说哦，蛮简单的，应该随时想拍就能拍，这样子完全不用什么学，或是可能会跳错这样子。我想说啊，如果公演有一点时间就可以拍这个这样子，所以公演的时候就拍这个。然后后来就是突然超多人都在拍这个，突然超多人都在拍这个，对，幸运。就是说，还是要看运气嘛。刚好赛道这首歌爆红，意外的红，应该说是歌红就算了。是这种通常有动作跳舞一起的，很难红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动漫都有这种舞蹈，然后说大家可以去拍哟，这样。但就是不会留很久，我觉得应该就是很简单吧，所以然后歌又很洗脑，所以大家都可以拍这样子。112万哎、欸，他现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然后再来就是翻跳 AKB 的。之前是アイドルなんかじゃなかったら，好像是第二高吗？然后现在那个カラコンウィンク32了，32万。哦，然后这个我也意义不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很多人看，真的是不知道。我昨天还弄了一个 reels， 不知道那个 reels 会不会触及到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 reels， 奇怪的 reels， 不
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正常好看的。很尬的那首，你说很尬的那首吗？你说这个吗？竟然会有奇怪，我就是在找有什么范本可以做啊。行动派对，而且还是我自己拍，不是，就是人家的那个范例，然后只是把照片放上去而已。因为就是修太多照片嘛，然后我本来是想说这些照片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结果后来没想到就变成发三篇文了，所以就是基本上都用这样子，都有用到。应该晚上可以发，晚上可以发。这里 X 一堆推荐，就是 rapper 文啊，日本人真的好会画那个，就是 rapper， 就是用画的，而且我都觉得说他们怎么那个画面都有印在脑海里，我真的是一丁点都不记得，没有记在脑海里。真的只有三篇，其他应该就要考虑放兜粉吧。如果我有还有愿意去修它的话，修其他章的话。不然的话，应该 IG 就是那三篇了，30张，已经很那个划算。感觉是当下刻画的吧？感觉不是欸，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脑海里，因为毕竟看表演应该是不会想要突然分心去做其他事。画面都会记得，对啊，怎么都会记得，而且我知道，就是可能对一两个画面很有印象，但他们会有很多，可能有七八个地方都有印象，这样这样画出来，我就觉得很厉害。对，而且老实说，就是那种 rapper 的话，就对于说啊，没有去看到现场、没有看到画面的人，也可以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的。因为以前的话就是看这个、啊、以前就是因为那个他们演唱会看不了嘛，就是毕竟在日本，然后看不了，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但是他们就会突然上那个趋势啊，就是说什么他不理什么什么什么演唱会怎么怎么，然后就会上趋势，然后因为他们都会就是防那个爆雷，所以他们都会等到最后一天才会出那种 rapper 这样子，所以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说啊，他们做了什么这样，他们干嘛了，他们讲了什么话，他们做了什么这样，做什么动作这样子，然后就用想象说有看到这个画面，嗯，很多人一起讨论。现场爆了，还没开始前你先喊。嗯，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还好。但是就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是日常，然后反正就是看，然后因为他会暗灯，就是转场会暗灯。比如说这个角色唱完了之后会暗灯，然后到下一个角色亮灯前，你不会知道是哪个角色，但是。大家就是因为它是现场转播，所以你可以听到日本场的现场的观众在喊说谁谁谁这样子，然后说哦谁换谁了，然后但我也没有很就是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知道是谁，还是其实他真的看得到就是他出来这样子，就没有去想太多，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是3月7号到3月10号在日本，什么马库哈梅西还是哪里，忘记了。然后就是好像有很多场，8场吗？8个场次还是？现场的摸索可以看到日本观众，没有，只有那个进场，就是开演前跟散场的时候才会拍到观众，其他时间他都是拍舞台，就是全员啊跟切近景这样子，跟舞台这样子，没有什么拍到观众的。对啊，毕竟看线上的人不会想看观众，不会特别想，尤其是在表演的途中不会想看观众。这就是我们以往那个线上的那个心情，就是说看一看公演看一看，然后突然跑去拍粉丝的时候就说我要看谁谁谁。拼命拍，忘记是什么 SP 公演哦，还是什么？就一直拍粉丝，说我要看画面，让我看画面好不好？不要再拍粉丝这样，偶尔拍一下就还行。他就是一直在拍，我就说要拍几次。我记得 SP 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直在拍粉丝，就是一直有这个。拍粉丝，然后山顶的那个画面，然后又拍很久，又不是一瞬间，然后就一直有你们的画面，很好笑。就是这样，所以我去看转播的时候，他没有了，他没有，姑且是没有，姑且是没有。拍在哭的粉丝，但是我觉得 uncle 这种拍粉丝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表演，就是人家唱到一半，你突然切去粉丝那边要做什么？人家就还是这样，还在跳，然后你就这样直接切去粉丝，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子，就是，拍眼前跟 uncle 这种没有在表演的话，就拍粉丝完全可以理解。这次是第一次看 3D Live， 我记得上一次也有，但我好像是看那个吧 DVD， 所以但我觉得有差，就是看大荧幕还比较有在现场的感觉，但是在家自己用小荧幕看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在看演唱会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在看，就很像在看 VTuber 这样，就是小小好像比较没有那个震撼，会比较淡定，在家看会比较淡定，但是在就是电影院看的话，就是那个距离很近这样子。但如果在现场的话，感觉又是很远，我不知道很远，然后只是看人物建模这样跳是什么个感觉，因为但是他们应该有大荧幕，所以会有那个可以看到近的。因为我主要是觉得说没有真人的东西又距离很远的话，感觉会没有什么，就没有那么激动嘛，不会这么兴奋的感觉，就是因为很远，然后我不知道看起来到底会不会有种立体的感觉，还是就是很平面的2D 的感觉。对，但是我看他有做那个光影啊，就是打灯然后的，就是他画面打灯的画面后面还有帮他做影子，所以就是看起来应该会是立体的吧，看起来应该是会是立体的，即使在现场也不会觉得说哦他就是超级纸片人这样子，应该就是真的还是有种好像在中间的感觉。别说了，飞去看了吧。我不知道，首先我要先买到 DVD。 我要先买到 DVD 啊，还是他要那个赞助我续号，
那个什么 DVD 序号，但我真的没有，我没有抽过，我真的很害怕，好害怕，我好害怕，就是而且我实在是搞不懂，因为它有分位置，就是什么 S 席、A 席什么 SS 席还是什么席这样子，然后就是座位有分价钱这样子，然后可能说比较好的位置只能抽一张，这样就是你一个账号只能抽一张，但是其他可能比较后面的位置可能 一次可以抽两张，但是呢前提是你要买这么多 DVD 才可以各自抽几张，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只买一张，就是这些位置选一张然后抽，对吧？我真的是没有搞懂，我看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搞懂，不能单送序号，要一人买一张 DVD。 对啊，所以我就说，而且因为老实说，因为 DVD 真的是也是，对嘛，也是一笔钱，所以我真的不觉得我可以买超过两个以上。我觉得如果我有买一个，我已经觉得我，对，不然的话以我的个性，我绝对是想说，啊，还是我就放弃，放弃 DVD 抽选，我等下一阶段，等下一阶段。虽然我不知道下一阶段会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会员，什么会员抽选之类的，我忘记了。6600日币，对，但是好像6600不知道，哎，要放弃吗？买一张吗？我是有想说就是买一张，我有想说就买一张，然后没抽到就当纪念嘛，那一张抽中要另外付钱，要，而且最贵的位置是两万日币，但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到底要住哪里，我真的是不知道住哪一区，我好没有那个没有主见，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主见，而且因为没有朋友，你知道吗？没有朋友，我不知道住哪里，他说在 Yokohama。什么阿丽娜，这样 K 阿丽娜什么的 ，K 什么的，那个等抽到再说。对，但其实哦，仔细想想，因为你看我去看的那个 3D Live， 他在日本的现场，就是现场看他们的那个表演的话，也是最贵的位置是20000块。然后他下次抽的那个声优的场，虽然只有七个人，但是声优的场就是会有真人，也是20000，最贵20000块，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那好像好开心，就是看 3D Live 20000块，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感觉。就是价钱是一样，好可怕，哦，而且我真的觉得说歌店的饭歌店很伤荷包，很伤荷包，你要先抽到，对啊。就是看完出来会觉得还好有来的感觉，相信你。你就问哪个饭哪个不爽？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有些就是特别伤啊，因为我觉得像歌店，它都10年了，你想想，如果真的从第一年就开始追，那就是他已经花在这上面花了10年的份，然后。他们的出周边的速度真的是有在快的，而且 CD 跟 DVD 的量有在很多，哎，周边一个比一个还要，而且就是很精致，就可能真的是因为这是女性向游戏，所以就是
为了让女生喜欢，这些周边都做得很漂亮、很可爱、很精致，所以就会很贵。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买了一场，就是一场买了一个，就不可能全包啊。如果你全包，就一定更贵嘛，连一个东西都这么贵了。然后就是会一直有很多场，这样子，就是在凑好运。这不是在凑好运，我跟你讲，本家也没有好到那里去。本家那个新就是三月那个什么春控的周边，老师我没有很想要。那个粉红色荧光粉纯色，感觉是调成那个颜色，是实在是还好。你那不是本来就比较高，不知道。然后就是这一场，它是简称 ASSNU All Star Stage Music Universe。 CD 不用钱，我收这种表演场就好，这一场就占好几片。对，我不收 CD 啊，我不收 CD 纯听的音乐，但是我会想要收 Live 的 DVD。 但是对，但是我现在的电脑没有那个光碟机。对，因为我们那天看完之后，我就跟阿宽就是到处去晃晃，我们就说要去哪里，我们就去了安利美特这样子，然后就看到他有卖那个就是二手的 CD 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因为反正他一张只有100块，所以我就买了这样子，拿到 Shining All Star CD 2。我去买了，就是100块。然后我就说，就是家里不知道能不能放啊，就是买 DVD 也是不能放啊。他说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电脑有没有光碟机，我说我不记得。我从来就是，比如说大家送我 DVD 或是 CD 啊，或是什么蓝光什么的，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收起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有那种说好想要放出来看哦的那种，就是说哇有这个东西好开心哦，然后我可能会拆开然后看一下里面长怎样的，然后我就盖起来然后塞回去，就是那个光碟只是看到光碟，然后就哇好收起来这样。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到电脑里面去来看，所以我是根本不知道我的电脑有没有。然后我那一天回来之后，我就在我的桌机，我是这样在找，有吗？有光碟机？看起来没有。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按它的旁边的那些看起来没有按钮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神秘的装置，按一按会突然打开，应该吧？应该不会按一按突然打开吧？就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光碟机这样，所以就是没有光碟机。现在这台桌机没有光碟机，对，然后我还去搜寻了那个光碟机多少钱。如果要蓝光也可以看的话，就是1000出头差不多这样。但因为我不需要烧录嘛，所以烧录的话好像又更贵。那我就是还没有下手，我只是先看了，去买外接。对啊，我再看啦，我看外接的。对，我不需要烧录，不需烧，不烧，不烧，不需烧，烧了也不会看，烧了也不会再拿出来看。公司应该有吧？去拿公司去，我觉得公司感觉没有吧？我可以买一台 PS5 当蓝光播放器，真的是不需要。这个嘛，几年前，拿去给爸爸装会不会比较快？不知道。对，反正就是那一天结束之后，就因为看完就2点多，然后我们就先去吃了午餐，我们去吃了 Kurashushi， 然后就是聊那个刚刚怎么样啊，那个什么什么真的是很怎么样，这样。然后聊完之后就说，哎，要去哪？然后因为实在不知道去哪，我们就说，
去安利美特吗？然后我们就去了安利美特。九尾，我真的是几好几年没有进去安利美特了，所以就是一进去发现改了很多地方，就是位置什么都改了，然后就长得不太一样了。我说怎么换这么多啊？就是位置都跟我以前认识的，就是这些放在哪里，这些放在哪里，然后都换了，就是好久没有去安利美特。然后反正就是进去，然后他就说这边可以挖什么东东啊，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那种，因为就是也会有割电区嘛，然后就有一墙，就一个角落，就是都是割电的那个胸章、吊饰、立牌什么的东西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去挖那个有什么东西，我就是很想要挖到 Masato 的好看的，然后周边，然后想说可能买一两个，然后做个纪念这样子。结果呢，我怎么翻就是有是有归有，但是就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是没有买到 Masato， 因为我就是一直买到其他的角色。贵吧安妮？没有哎，就是吊饰啊，那个二手的50块啊，100块就有了。因为我不是我买了那个色纸。五十块，然后我记得资料夹也是50块还是什么，但因为想说资料夹实在是太用不到了，我就没有买资料夹，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差点就要，就是因为实在是一个都没有买到，我会有点，对，有点可惜，我真的是差点就要买资料夹下去了，但我后来还是放弃了，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色纸50块，然后这个 CD 100块，然后这个是去扭蛋100块，盛川真的，对啊，难怪没 Masato， 我就真的看了很久，就真的没有，而且我本来因为有其他有一个东西我超想要的，但是我就叫阿潘就帮我找，因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在那边找超久了，说。他就帮我找这个啊，有没有啊？然后，但是怎么看都是没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是 Kamiu 跟 Natsuki 的，然后跟 Otoya 的，就是只有看到这三个人的。他说有没有 Masato 的、啊，你找一下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跟你讲，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爱，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爱，我差点就要买其他角色。我差点就要买其他角色喽，我就跟阿潘说，真的老实说，这个吊饰我会真的为了吊饰，然后就会买它，不管这是什么角色。我真的差点要为了这个吊饰就，这很可爱，转推预定，真的。我在。逛安妮美特的当下就一直在说，是不是犯错了、啊？犯错，犯到一个好难找周边的角色。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说什么，阿萨多应该还行吧，应该可以，就是换到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然后阿萨多就是都会是没有换完的，或是比较贵的。我说，难不成？他是有人气的那一边，这样，我们就说难不成？因为找不到周边转推，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仔细来说，我是团推。其实哪个角色我都蛮喜欢的。谢谢吉米的啾啾。其实硬要说的话，硬要选的话，我比较喜欢 Masato 这个。外貌跟那个样子这样子，但其实其他角色我都蛮喜欢，都有各自喜欢的点，但是说看外观的话就是会选 Masato， 然后颜色跟就是所有东西，就是因为蓝色基本上不太会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就基本上因为其他像是红色什么就很没有，我很没有红色的感觉，所以我就不会想去买红色的
吊饰啊，或者是什么红色什么，就是不会想下手。但是有时候看到欧多雅的一些明信片啊，或者是小卡，就是蛮精致画，就是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就是其实想要的时候就是想要，管它是不是我的腿，就是好看我就会想要。所以老实说，就是我很随意吗？随意。对，好看我就会想要买，就像我买的脸是一样的概念啊，就是这张照片好好看哦，就即使我本来没有要买它的东西，但是我会为了那个画图，我会为了图，然后就是去买其他角色跟周边啊，比如说这个娃娃，虽然这个角色的应援色的那只娃娃我没有很喜欢这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好可爱哦，但我真的没有特别推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很犹豫，你知道吗？因为基本上这种有角色的周边，大家都会那个，大家都会说啊，你是谁谁谁的推吗？这样子，我就很怕有人说你是谁谁谁的推吗？然后我会很，就是很心虚，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没有这么推，但是我就是单纯真的只是觉得他这个周边很可爱，所以买的。老实说，不是。老实说不是，因为像是那个我之前收过娃娃，那个猫咪的娃娃大家有看过吗？那是黄色的猫咪，那个是秀奖的娃娃，黄色的，它的很可爱，因为黄色的毛猫就是比较可爱，因为。老实说，我没有喜欢 Tokyo 的最大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周边都是深紫色，实在是深紫色没有很擅长，买不下去，就是买不下去。比如说 T 恤啊什么的，都是深紫色，然后很多东西都是深紫色。是袋子什么的都是紫色，就是紫色，实在是我觉得我用不上，就是用不上，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买了周边我就很想要挂在身上或是拿出来用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实用性第一名这样，所以我很常就是看那个周边啊，看一看就是，我如果花这个钱，然后我不拿出来用的话，我对不起我自己这样，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是我看这个娃娃超可爱的，这个娃娃就很蛮可爱的，这娃娃很可爱，它才不在哪里，它才不在哪里，最可爱。你也只买用得上的把周边，对，因为你看他们都会出这种。都会出这种很就是应援色的衣服，对，你就会觉得说紫色，好像这样，蓝色是觉得哦，蓝色好像还是妈可以穿，那红色、橘色确实有点我不会穿。绿色、黄色也不太，粉红色可能还会穿。都好是好，如果是我推的应援色就会穿了。我就说 Masato 有一部分就是它的综合来讲，就是很适合，因为蓝色基本上就还行。对，不然我。真的，我本来真的是可能推 Tokyo 啊，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转推了。对，他现在有那个事后通贩，他光
像这一场周边就超多超多周边，然后那个这一次的那个这一次的演唱会的歌，就那个应援的那首歌，也是出 CD。然后因为他们有18个人，7个4个7个这样，18个人，然后有 Type A 跟 Type B 这样，然后就是这三团打混拆成两个版本这样，有两个版本，然后9个9个这样，9个9个，然后这边的九个就是买什么初回，然后会随机封入那个封面，就是单人角色的封面，然后就说全部都是随机耶，超可怕的。查了一下19歌店网络投票争夺还有第二名，东西难找正常。怎么会？我当初看歌店的时候完全没有他是人气最高的印象耶，怎么会突然？真的跟 Rumor 一样，不知道怎么分的，不知道怎么分的，可能有那个把人气稍微分一下。小汉自己的推，不是，我本来不是推 Masato 的，我真的是这一两年可能才推的吧。所以我当初一直觉得应该是爱讲比较人气或 Tokyo 这样子。真的粉人数，就是哇这样子，我真的是没有想到，阿潘也没有想到，我们两个就是说，一直是我的眼光，我说对啊，我就是很常会犯到那个人气很高的，我就觉得心很累，心很累，换不到的那个心很累，因为我就一直说，就是在找周边的时候就一直会说，是不是应该要换个推这样子，因为有很多。尤其是这种就要交换就觉得好辛苦，嗯，18/1，而且它超多东西都是随机，我真的是觉得很过分，我真的觉得我以为立牌是指定的，结果立牌也是随机的，会不会太这个商业手法好可怕。你看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指定吗？它是随机的，我吓到了，我以为这种立牌通常都会是指定，竟然是随机的，对吧？对，但是因为像那种团购啊还是什么，都是他们可能会说一群人然后一起买一套，然后去猜，说就跟你们一样啊，你们可能会去拆分说什么谁先排第一顺位，谁排第几顺位，超可怕！所有东西都是因为我就看了官网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个立牌好想要，因为你知道那个立牌想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它会晃，就是它会晃，它会晃。他会晃有什么好惊讶，就是他会晃耶，这样好想要他会晃。我找得到人凑吗？我没有那个行动力去找人家凑，但是我会有那个想要去跟人家换的心情，就是即使我社恐，但我想换的时候我就是会鼓起勇气去跟人家换。你会晃就是立牌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链子，然后你挂上去之后它就会在这里晃，它就会在这里晃，它们会在飞，会有那个漂浮感的立牌，好想人气第二不好换了。对啊，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对，它真的吸引你，很可爱啊，很可爱啊，而且衣服也很好看，我觉得衣服跟设计很重要，至少衣服要好看。
它超多东西是随机的，因为我有很多想要的东西都是随机的，所以我后来就先算了，算了，因为有的它那种可能连代购啊都是要排的，就是说什么我排什么 Masato 排 Land 这样，然后就说啊，那如果有抽到的话再通知这样，就好像都是这样子。就觉得好麻烦，我先缓缓的。你看，像是这个990日币，随机11分之1，然后比较泛 Heavens 的比较好，他们有额外放出来，毕竟他们不同公司有放出来，有分开。然后还有这个，这个看起来很可爱。Customized Visual Card Collection 606，这是那个透，好像是卡还是什么，好想要，就是可以放在这里，可以放在这里，这也是11分之1。还有这个，这也是11分之1，小手灯。但小手灯还妈没有到这么一定想要的。然后应援手灯的话，我就想说哪天我真的去了现场，我再买那一场的手灯，我就不买，就算了算了算了。还有这个，这个也看起来很可爱，手环灯。手环灯是指定的，手环灯是指定的。然后其他衣服是指定的扇子，这个它有迷你的扇子，那个是要抽的，这个大只的是指定的，大只的很可爱，扇子很可爱，扇子好可爱，而且感觉很方便，因为小小的然后很轻，这样好方便。但它如果售完怎么办？你说它那个事后贩售吗？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因为他们现场买周边的人感觉应该也很多，然后他通常都有事前卖，然后当日卖，事后卖，就是会卖三次，应该是不太可能。我那天不是，我觉得那个迷你的手灯应该是没有换色吧，大致的一定有换色，但要有地方收，对，没有地方，不友善，不友善。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就是想要扇子跟透卡。跟那个立牌，还是如果我今年有去日本的话，我去那个二手商店哇，会有吗？蛋蛋茶壳他自己粘上去，难。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手上的那个灯是阿潘借我的，因为我所有的应援手灯，我也所有的灯，就是我没有歌店的手灯，所以但是要手灯的话，其实都不在台北，所以我没有手灯，所以我就是空空的去，我就是双手空空的去。可能有少部分不受宠。应该要备用。生日会的手灯是公司的。还好我有朋友。还好我有朋友，就是对。双手一摊看表演，没有啊，我会挥啊，我会这样，
我先这样拍手，我先这样这样空空的挥，我还是有挥的，我有在动的好吗？我没有地藏到那个程度，我有在动。推坑别人割电吗？我没有推坑别人割电，因为我实在是不觉得有人会有兴趣啊。因为你不觉得现在 TP 感觉没有谁对动漫有兴趣？看起来没有人对动漫有兴趣。我大概也只能跟刘晓晴分享吧。那你看，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样子，就尖叫。有啊，我在乱叫。因为可能因为旁边是阿潘吧，所以我就是没在管。台湾でも人気なんです。そうですね。有男孩也在看吗？应该有。我前面的感觉是男生，因为感觉是。哎，我好想看，就是哇，这样一直这样乱叫，在乱叫，我从因为日常的顺序是，Stylish 先开始，然后那个什么秀 Natsuki， 然后换谁啊？Masato、Len、Tokiya、Otoya、Cecil 是最后吗 ？Cecil 在哪里 ？Cecil 应该不是最后，所以 Cecil 应该在前面，应该吧？在哪里啊？Otoya 的后面吗？在哪里啊？真想不起来，应该是 Otoya 的后面吗？我跟你讲，我看了秀，然后 Natsuki、Masato、Len、Tokiya， 后面我就没有印象，我直接消失记忆。而且我看日饭都在说什么，奥特亚表演了什么，什么ダイヤモンド、コモレ。莫雷希诺，ダイヤモンド什么的，然后我在想，他是唱这首歌吗？这样，我就脑海里真的是，他有唱这首歌吗？这样子，他确定是唱这首，他不是唱别首吗？这样，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说。是我看了不一样的东西，还是真的是我看了不一样的东西？大家都说他表演了什么歌这样子，我想说我没有印象，我有听到这首歌哎，就明明，其实 Stylish 的歌我都是听过，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我有听到这首歌哎。要等到 DVD 才能看见呢。他在六月、七月的时候会再转播一次这个表演，这样子。六七月在日本会再转播一次，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有，但是在日本会再转播一次，再有一次那个转播这样子。然后 DVD 是十月才会有，超久。全部的 report 都写他唱那一首歌啊，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假的？他唱这首歌，因为完全想不起来他唱了哪一句或是什么旋律，就是没有在我的脑海。即使我知道这个歌的旋律，但是我没办法对上那个表演中的他是真的在唱这首歌。对，后舱要作业，我觉得应该不。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迷的
对欧多雅那一部分，可能要真的要等到他那个影像出来，我才可以再回忆一下，不然我真的不记得，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前面是秀先出来嘛，然后就是很可爱的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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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那一首歌的本来是甩毛巾，然后因为没有毛巾嘛，所以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很快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快乐这样，然后下一首就是 Natsuki， 他是那个小提琴，空气小提琴。然后阿帆就说他在，那是空气小提琴还是中提什么吗？我就说应该是吧。然后他说很好笑，我说还行啊还行啊，我觉得小提琴的话还行还行的。然后就是那首歌我也很喜欢。3, 2, 1, checkmate。 好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现场版本，声优的现场版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现场版很，现场版比较好看，声优版比较好看。可能是因为这首歌那个现场的氛围跟那个比较好，就是毕竟它是一个。跟舞蹈好像没有什么很搭的一首歌，所以看他跳的时候就觉得还好，但是歌是很好听。谢十一的香槟，然后下一首好像就是 Masato 出来，然后 Masato 出来的时候，出来了，他们说手灯借你，手灯借你，所以我指挥了 Masato 的那一趴手灯。那我就说拿着阿幻的手灯，他开头一直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他刚这样，他刚这样，他刚这样，好漂亮了！我一直在说，好漂亮哦，这样。然后他表演完之后，我就把手灯再还回去阿潘那里，再还回去阿潘。然后下一个就是连出来，连出来就真的是那个前奏一下，就真的是，就是就是那种感觉，好的意味，好的意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好辛苦，看得好辛苦。对，然后因为他的动作实在是，哦，真的是，哦，好想再看一次，动作真的是，哦，好想再看一次。我只记得有一个，这个，就是这种女生做的动作，然后我就是，怎么会做这个，这样，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就是一直在扭，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听说日常比较大家比较热烈，就是大家的应援比较，大家的声音比较热烈这样子。我是真的有感受到，大家都是一直这样，就是一直在乱叫这样，然后我就是一直这样，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说不能这样，不能只这样子。这个真的很那个，好想再看一次，好想再看一次，真的很骚，爱了。我一直跟阿帆说。好想再看一次那一段哦，我说都要，
很难不承认是连推，没办法不承认，但我没有承认。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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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而且因为他们这次的那个角色，就是他们的那个裤子，就是看起来很紧，所以那个曲线，那个曲线，那个曲线很漂亮，那个屁股看起来很漂亮，他有那个 S 曲线，就是那个腿很长，然后屁股很翘的，就是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扭欸，不能这样子，好辛苦，看得好辛苦。叫他要，叫他要没声音的。然后这一场，然后连过了之后就是这样，哇！然后结束之后，下一个就是 Tokia 出来的时候，因为那首歌声优演唱会也是有表演，都有表演过，声优演唱会都有表演过。然后 Mamo 的版本就已经是真的是不能这样子，我看了什么不能看的东西这样，对，是 Mamo 的版本就已经是哇，大家就已经是这样叫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个已经成仙了，这个现场的版本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预感，完蛋啦，完蛋啦，感觉就很不妙的。然后他就开始各种很多好像不能看的动作，这样就是不要再做了，你不要再做这些动作，是不是有谁逼你？你是这样子的角色吗？就是一直会在想说这个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就是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就说为什么他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担当了？这个会不会太过了？因为其实以前的话就是连是那个性感，就是色气担当嘛，就是大人感，然后色气担当，因为他声音就是低音，然后就很声线很性感这样子，所以他是那个色气担当。然后就说 Tokia 是这种角色吗？是这种角色？为什么他怎么就为什么只有他的编舞变成这样子？这样就是哦，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为什么会？这到底为什么？他那个服务观众的程度已经到说，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再让其他人看到你这个样子了，不能，这个姿势不能被任何人看到，这样，真的，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一定要去看，或是大家就去推那个 X 搜寻 Tokia no Oshiri， 就会看到很多那个画面，真的就是那样，很冲击，在大画面这样跳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真的是一直在乱叫，整个现场都在乱叫。哇，这个不行欸，这个不行欸，怎么这样？哇，这不行欸，这样。而且他那个摸的次数有点多，就是不是只有一次，就是一直有屁股的印象，就是比起脸，一直在腿跟屁股上面，你知道吗？整个表演我只记得那个腿跟屁股。其他我都不记得，脸在哪里我不记得，什么都没看到，就只看到了腿跟屁股，跟他的手一直在屁股跟在腿上的，这个感想，他的手就是一直在很奇怪的地方这样，然后就一直在很奇，然后他的姿势一直在那个界限的边缘，就是一直在那个边缘，然后很。就是很踩线，就是哇，这个小朋友不能看的那种感觉，这样小朋友不能看，小朋友就看了会感觉会不知道是什么想法，真的是怎么谁设计的那个动作？然后他还
他还打了他的屁股。然后，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就真的是，老实说，就是真的是很，因为其实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有种那种优等生，就是很正统的那种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那种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感觉？他的歌怎么会这么的糟糕的？对，然后看完之后就是那个结尾就是这样，他怎么这样？不行耶，我刚刚看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结束之后就换那个 Odoya 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就是从刚刚是这样哦，从 Masato 这样开始上去，这样上去之后到 Odoya 的时候就这样。就是过了一个云霄飞车之后，然后这样好辛苦，刚刚叫的好辛苦，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休息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回到平静的时刻，好好，就是怎么说，很顾眼睛，就是很纯净的，很纯净的一个角色，就是有种哇。安心了，安心了，这边不会有任何，就是会有那个被吓到的元素在这样子。因为前面真的是被吓到以外，还是被吓到，跟被吓到，还是被吓到这样。然后到后面就说，啊，这边没事没事，这边都很安全，这边安全时间，这边是很安全的。他不会，他绝对不会突然开始摸屁股，绝对不会这样。这边就是安心的听歌。听歌跟看他表演这样子，因为前面真的是不知道在看什么，就很像在看，就是很像在那种看，不知道，就是那个动作感觉会是在那种卡巴库拉会看到的动作，对，所以那个真的是。怎么会看到这种，完全没有想到会看到这种画面这样子。然后后面真的是有种回到正常的演唱会的感觉，就是前面真的中间那一段发生了什么这样。然后到欧多亚的时候我还一直在说，可以帮我再重新回放一下前面那一段吗？就是我还在处理中，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刚刚那一串是什么东西这样。就是那一串结束之后就进入了正常环境，就是回到了这个演唱会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还在说，刚刚看了什么，刚刚好像发生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刚刚那些事情是可以的吗？然后就脑袋还在上一首跟前两三首歌这样，就是还在处理中，我刚刚看到了什么这样子，所以老实说，我后面真的是没有印象。欧德雅跟 Sesshi 我真的很没有印象，我真的是一直在说，一直那个在听歌的过程一直在想，刚刚看了什么，就是刚刚看了什么。然后反正他们唱完之后就接 MC 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讲说，哦，刚刚表演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听他们讲 NC， 然后 NC 就是他们角色都会在旁边互动，或是可能会跟台下这样犯傻这样挥手这样，然后有人在讲话，有人在跟讲话的人回应那个动作这样，有的人就是会有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真的是眼睛要看很难耶，就是。好多了，七个人也蛮多了，然后就这样一直要注意左边的人在干嘛，右边的左边在干嘛，右边在干嘛这样。还没看前以为烧的会是他，但是我觉得剧场版上次那个什么吃辣子的那个剧场版蛮那个的，因为他的歌吧，就是有那种很那个。东南亚的那种一直在 wave 的感觉，
大荧幕就这样一排，就一排，然后看他们讲话这样，看推就好啦。但因为推是一个比较冷静、比较淡定，就是比较死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基本上他就是站着，然后这样，就是比较小，他的动作比较小，然后就是没有在干嘛，所以旁边的那种这种很大的，你就会转移视线去看他们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因为旁边就有一个人一直在这边绕圈，然后就想说到底在干嘛，但是就很可爱，所以就是会去看起来，但是其他的就是这样，然后听别人讲话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在看欧多亚跟 Tokyo 的互动这样子。然后有一段就是那个Len 跟 Masato， 就是 Masato 讲什么什么，然后 Len 就说啊、哦、什么你有跟我就是什么问我一些什么想法还是什么对吧之类的，就是有聊一些就是 solo 曲的故事这样子。然后 Len 就说就是台下的大家有没有被他的梅罗梅罗就是迷倒了这样，或是什么，他就讲了这句话，然后玛莎朵就跟他讲说你的耳朵很红哦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这样大家乱叫CP 粉的美好，明显主持没有没有主持，就是各讲各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 Tokyo 跟 Odoya， 就是 Tokyo 在讲他的感想的什么事，就是他先说嘛，就是说啊 Odoya 问他说你觉得就是这场演唱会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哪里之类的，他就问了 Tokyo 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心里都是想说绝对是屁股吧，就是他的那个重点绝对是屁股吧，那些性感的姿势应该是那些地方吧这样。然后他就说全部我们就是既然不是屁股嘛然后欧德亚就跟他说什么竟然是全部吗什么的，没想到是这个回答这样子。然后欧德亚就说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欧多亚就插话说：“那换我来讲，现在啊，我的那首歌呢，就是怎么样。”然后，因为他就是直接抢话，大抢话，然后直接讲他自己的话，然后讲得很开心这样。我呢是怎么样这样，然后很开心这样。然后 Tokyo 就直接说：“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直接就是过嘞，他刚刚的那一段话就真的就让他就让给他嘞。”他讲到一半，然后他插进来之后，他就直接说：“嗯，对啊，是啊，对你那一趴确实是这样子呢。”这样我想说，刚刚那样就这样过了，刚，就这样吗？也不阻止他吗？没有人阻止他，他就是很快乐的直接说：“我呢，我的刚刚那一趴呢，就是怎么样啊？对，对啊，大家都怎么样？”就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然后很 positive， 很乐观，很乐天，很快乐的一个人。因为我有看到推那个 X， 有人画那个 NC 的这个，就是说 Tokyo 站在中间，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像小狗的 Odoya 一直在他旁边这样绕。他真的是很犬系。他整场都一直在跑，不知道在要跑去哪，就是一直在跑，就是一直在这里跑啊。就是舞台都是他的，就是操场的感觉，他就一直在这边跑，就是大家都站好位置的话，他就会一直在这里这样跑来跑去，我就觉得好可爱，很好笑。嗯，对。然后后面就是 UNICH 跟前辈组的。类似 UNICH 的东西，
就是后面就是也是以前演唱会有表演过的，就是忍者跟那什么面具假面舞会的那种，跟这个叫什么间谍嘛，这是间谍嘛，反正就是类似，就有这三个东西的，然后就是我就是这边都没有换衣服，因为我以为可能会换衣服什么，但没有换。谢谢梦幻烟火 ，Joker Trap Yes。对，然后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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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声优场真的是超闹的，真的是超闹的。还好他们没有换衣服，我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说，还好他们没有换衣服，不然的话绝对就是很不王子这样。噔噔噔噔噔，那个动作真的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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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闹很闹，而且他们有丢那个手里剑。就是有很多道具啊，还有什么烟雾弹呢，很酷。然后下一首就是那个假面，就是他们出场的那个是假面先出来。谢凡安森的啾啾你哦，就是假面会突然浮现三个，有种那种女神异闻录的那种感觉，三个女神异闻录的感觉，那个面具，三面具这样会发光，那个面具会发光的，他们的面具。他们就拿这个，然后出来跳，然后跳一跳，跳一跳，然后就会再拿起来，就是它是一个道具这样子。阿帆说那个很好笑欸，那个很好笑，因为那就真的是这种面具这样。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下一首就是那个 Joker Trap， 对，这个的演唱会也很好看，大家去看演唱会，大家去看演唱会，演唱会真的很好看。他们会从那个舞台上面，然后这样搭着那个升降从上面下来，然后穿着黑色西装，很帅。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现场声优版本，很好看。哦，然后这一场的话呢，他们就是拿枪出来，枪，我们就这样，枪，竟然是枪，怎么会有枪这样？然后他们就拿了枪，这样拿出来这样，然后背对观众拿枪，我说拿枪要干嘛？拿枪要干嘛？然后他们就拿枪扫射那个背板这样，哎那个。枪声有点太大，大到就是好大声这样子，好可怕这样子。然后他们的第一句是“西兹卡尼 ，mission start” 这样。说刚刚确定有西兹卡尼呢？刚刚确定有安静吗？没有，超不安静的。那怎么看都是来踢馆，我来喽的那种感觉。刚刚确定有要偷偷的安静的。潜伏嘛，刚刚没有要潜进去啊！你们刚刚根本就是来跟人家，大踢馆，对，扫射完当然安静了，反正扫射完，所以就可以安静的开始任务这样子。哦，对，这一首就是这个感想，这个感想。现场不能吐槽，是不是有点可惜？现场该吐槽的还是有吐槽啊，只是说没办法一直在吐槽，毕竟你吐槽的时候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或是在唱。对，反正我就一直后面就一直在看他们跳舞，然后后面就是 Cartel Night 跟 Heaven， 但其实这两团的团体曲就是他们。的歌我都没有很熟，但是 Cardet Donato 的 solo 曲我都听过，但是
其他那个 Heavens 的个人角色，我真的是没有听过，我只有听过那种试听版本，就是我没有听过完整版，所以我超级没有印象，超级不知道该怎么进入那个。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歌就是都还算就是正常，就是没有那种什么很夸张的这种，或是怎么，就是感觉都是稳稳的这样，稳稳的表演。甚至是那三个结束接两团，对 ，Starlish， 然后 Unish 跟 Cardedo 的 Unish， 然后 Cardedo Night Solo， 然后 Twenty 唱了一首歌，然后接 Heavens 玩分小组唱了两首，然后。直接接 Uncle， 就突然就结束了。嗯，音乐也很少啊，音乐也蛮少，但是音乐，我就看完音乐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哇，有种就是真的在日本有应该会有这种偶像的感觉，就是很真人的感觉，就是他的表演很真人的感觉，因为其他的表演都还是有一种说那个。动漫角色的演唱会的感觉，就是只有角色会跳成这样，跟跳成这样，然后唱歌这样子的感觉。但是音乐就真的是比较，应该说比较收敛嘛，就是那个平衡很，就是感觉说啊，真的是。有这个偶像的感觉，就是很像，比如说杰尼斯可能会有这种歌的感觉，就是过一阵就是没有那种动漫的不可实现感，就是不会有那种说哦，因为是动漫角色，所以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不会有的，就会觉得说，哦，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一个表演这样。然后就真的是很漂亮，从头到尾就是可以认真的好好看这个人，因为其他的角色的歌可能就一直在动吧，一直在跳啊，一直在跳，就或是一直跑一跑，然后一直在犯傻，就是很满，所有东西都很满，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唱完然后就很安静的离场，我就想说。真的很震惊的表演者的感觉，然后其他还有什么？这样不是比较符合人设吗？是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其实动作很满也没有坏啊，就是说动作很满会比较有趣嘛，就因为他可能也是他的歌吧，他的歌就是比较满这样。内田真理的亲弟弟 ，Yes， 内田雄马，哼，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第七歌店的七的 live 演唱会，他跟 Mamo 唱 Unich， 那个很好听，很好听。Heaven， 我有记得 Heaven 跟 Cardedo Night， 但 Salish 有手势吗？让我一直在说，为什么他们不唱出道曲，或者是唱那个，就是动漫里面有的那个主题曲的？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今天会加吗？今天应该是不会加班，但可能会。
超过一点点。对，反正就是很好看。然后后面 Heavens 就是 Heavens 完之后 NC 完之后小组唱完就直接结束了，突然就结束，暗灯，直接暗灯。然后因为台下已经就是七号、八号、九号都看过的人嘛，所以他们就直接开始喊 encore。我们说这么快吗？就是暗灯的三秒，他们就直接开始喊 encore。我说是这么快的吗？阿帆说他们又不用换衣服，他们就直接按播放就可以出来了。我说哦，是这样子哦。我就说他们不用换衣服吗？他说他们换衣服也是按一下就出来的事情吧。我说对，然后他们就有喊那个 uncle， 然后中间就有一段完什么都没在喊，就是 uncle。然后阿帆说是不是没有在，他们没有在一起？对，我说。确实有点不知道要喊哪个地方喊 uncle， 然后 uncle 完就是直接唱那个 Please Love Universe 这样，直接唱这个18个人一起唱，对，就是那个我学的那个韵圆，我学了，因为他官方有出三个版本，就是 Heavens 先跳，Heavens 先唱，然后 Carlotto Night 唱。然后 stylish 唱这样子，我一个都没有记得。我说要来了，要来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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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全部什么都没有挑对，所以然后这一首歌跳完之后就直接结束了，就直接开始讲感想了。 Uncle 只有一首就是这样好突然就结束了这样，然后感想讲完就是18个人就这样，然后我就跟阿帆说为什么 Masa 躲在第二排的最左边最边边，然后他说为什么 Tokyo 在第二排的最右边，我们对位耶，然后我们说我们的角色对位耶，但是位置超边边的，就是18人两排，然后在这里跟这里，我说为什么他在那里啊？为什么他在那里啊？这样，很好笑。反正他们会这样，左前方先散，右前方散，左后方散，右后方散，这样子。然后就真的结束了，我就觉得哇，真的结束了，就是会没有那种哇结束了的感觉，是那种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第一排不开心吗？没有，我就只是说为什么在那里，就是好想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你们要猜 CP 的部分，他们也没有 CP 啊，他确实全都猜，就是三团打混在一起。18个人混着站这样子，那念排名喽，各位。先念，第10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歌店应该怎么 CP 都可以吧？对啊，歌店就是到哪都可以配。第9名是柯基宇，谢谢。第8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7名是卓卓，谢谢卓卓。第6名是冠伟，谢谢冠伟，谢谢。第5名是文森，谢谢文森。
第四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三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二名是 Rebels， 谢谢 Rebels。第一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谢谢大家。即使大家根本没有看歌店，但还是被迫被我听这个感想听个应该有个一个小时，被迫参与歌店话题，谢谢大家。这礼拜四真的会开，听我讲很有趣，一小半有一小半吗？我以为只有一个小时，听我讲的很有趣。那也是大家还很愿意听我讲，不然的话感觉我讲半个小时大家就会没兴趣，然后就会没办法进行下去这个话题，我就会放弃跟大家分享。但大家没有放弃让我分享，我本来想说就讲个 Tokyo 跟 Len 那边差不多，结果整个就讲了，整个顺序都讲，我描述也是很深的。如果真的想象不到画面，你可以去查 UW， 你去查 ASSMU 就会那个 tag hashtag ASSMU 就会有很多那个 level 的图出现，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我刚刚可能在讲什么。这样本来只是想讲屁股是一定要讲，我跟你讲屁股就是一定要讲，真的很好奇 Len 的有Len 真的还没有到很夸张，真的是 Tokyo 真的是吓到，因为 Len 本来就是性感担当，所以他这样扭就是觉得说哦，好骚哦，好色气，这样就是觉得说还行，但是 Tokyo 真的是没想到他那么牺牲，他把他的身体展现的这么牺牲，全部都展现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牺牲啊？这样的感觉。其他人都没有这么拼，他就他这么拼，只有他这么拼，真的很好笑。我就是觉得说，大家应该要都有看到这个画，没有看到真的会少了一个乐趣。大家得去看，你可以成为肉体犯的。我老实说，我觉得我是，我老实说，我觉得我是。但我还是 Masato 欧系啦，只是说我还是很喜欢 Len。 美容真的是好爱了，想再看一次。先演在肉体，没有，我跟你讲 Masato 就是一个很正直很直男的一个人，很对无，这样还有机会再收票。第一天就去哪里？反正我现在就是无时无刻都很想要周边，就是说会有一个时期叫做说超想要周边的时期。金牛色那个头发很帅，也应该比较算肉体。好可爱哦，比较很哪有都很肉体好不好？这些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哦，他们好会画，看他们好会画，他们好会画。他们好会画，被表演激发的欲望。
话应该有出本。Togia 他们还画得特别清楚，他们真的画得很清楚。我可不是这里唯一的肉体粉。看到忘记关播，真的还没有。就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先等到四月那个 DVD 发行。 DVD 发行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 DVD。 大家可以买来看那个去年11月底的那个声优演唱会，大家可以买来看。4月12号会发行，好像是吧？4月12号，现在已经决定要入手，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入手，就是从哪里入手，我还没有决定。但我觉得我会入手一个啦，至少会一个。八月的现场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八月，那个是十一月，去年十一月的那个的下场，对，是超过3000吗？我不知道，6600，确实到时候特点会不一样。嗯，我已经研究清楚了，就是特点也是有差啦，但是我不知道，主要是不知道怎么买比较划算，而且我不知道时间收到会不会来得及啊，因为五月就截止抽票，五月就截止，四月买不知道。再说还有很久，还有一个月，至少还有一个月。然后这一场的周边就是，我还在犹豫，我说不定如果阿潘会买的话，我再考虑要不要一起这样子。他如果没有买，我就省起来好了。这才是重点，对啊，卷主要是那个卷句号，主要是那个序号。先去问问他，今天我只是抽 ASSDNS 现场，不知道，但是这一场的 DVD 十月才会发行，还很久，这一场还很久。就这样子了啦，拜拜了各位，礼拜四见啦，3月14号见啦，圆周率，拜拜，拜拜各位。